续来讲，台南市咧等车的公车亭，拢家己的特色。阿宏讲是台南上水的公车站，就是北区的大公国小这站。尤其是每一年三月春天的花开，都真侪人来翕相。啊，南区健康路的德克士这站，最近是来设一座公车亭，特别用智慧型的显示灯，大大来提升着服务的品质。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伫咧南区健康路德克士站新设一座简单型的候车亭，伊的设计是防风图，智慧显示灯用 LCD 显示荧幕来代替过去使用的 LED， 和资讯和服务的品质变好。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等车的环境，让大家使用公车更方便。另外，今年三月是风铃木开花季节，台南上水公车站就伫咧北区大公国小站。台南市哦最有名的一个候车亭就是大光国小的这个候车亭，它的后面有两棵粉红风铃木。公共运输处处长讲，未来台南市新设候车亭，以后边都会设计，都能照各地特色来做调整。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